许久不见，我发现你变了。啊？变漂亮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今天又有一位大美女要请我吃大餐，大家说，我要不要给她这个机会，让她请我吃呢？说实话，请美女请我吃饭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。但是这次我来也感受一下，让人家请我吃大餐，是不是？这也是相互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看看这个美女请我吃什么样的大餐。大家随着我的镜头 ，Let's go。就在这家吗？啊？那家打烊了，又换一家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就是准备带我到这家吃烤羊腿的是吧？对。结果你还不吃。我不吃羊肉和牛肉。我的天，少点，这就行了。搞个鸡腿啊。鸡爪子。可以。今天萌萌包场啊，整个二楼已经包了。紫菜都可以，这两个汤我都能喝。许久不见，我发现你变了。变漂亮了。真的。啊？是的，我只是说变得更漂亮了。啊，老板，老板，那个是老板，你很可爱的啊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要上来陪你喝酒。喝的，我开车你不喝酒，我开车不喝酒。我天天不喝。你来，我陪你喝可以啊，我只能陪你喝。你喝吧。陪你喝。啊、生蚝就不要了啊。生蚝不要，你给酒喝。酒，你我陪你喝。我陪你喝，我陪你喝，我看老板可爱。你不是陪我喝，我陪你。你在我这儿，我陪你喝。谢谢谢谢。刚刚那个老板来说生蚝没了，非常可爱啊。现在拿酒过来，要我陪他喝，我开着吃。啊，老板，你都放根。谢谢。不能喝。我用这个陪你喝可以吗？那真不行。我们俩都开着吃啊。你知道我从哪里过来？好远。你就从中国过来的。在哪里？你咋知道的？真的从中国？肯定从中国过来的。那必须的嘛。老板非要喝两杯。这老板唱的是挺快的。这老板娘吗？嗯，有点凶。你跟老板娘喝吗？有个打你呀！很快的。哎呀，下次。没事，他挺好的，挺可爱的。回来我们看看。你看他要跟我喝酒，我开车。对，您开车就别想喝了。对，人家开车。我可以用这个陪你喝一杯，各位。酒不喝了，咱你喝一杯吧。啊？他开车，开车不能喝酒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等我哪天。行，你把驾驶证放这块儿，明天才开车。等我下次不开车了。对对，你那边生活挺好。对，一起挺好。身体不好。走吧，没事，没事，哪天也喝，哪天也喝，有机会再喝，有机会再喝吧，没事，啊，对，有机会，他也有，来，这个，有机会再喝，来，那哥，我抽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他今天晚上跟小头他们喝酒喝多了，不是，老板挺好的，真的。你刚我们在聊，我说我用这个陪他喝，他直接拿酒上来了，知道吧？哎，老哥，这边要喝酒，我知道。这个老板把酒拿过来了，要么我们喝点吧？嗯、啊？那喝了，给你了。嗯、啊。喝点嘛，等一下我来给你叫代驾。啊？我没事，我近啊，你那么远嘞。你喝我就陪你喝呀，啊？不喝、啊，我犹豫不定。安徽的特色，这叫胎蛋，你来一个。凤凰蛋，我都
嗯、啊、来一个嘛，吃个凤凰蛋，好久没吃，还有汁哦，汁就不喝了，汁喝的主要汁好喝，好吧，人家就喝里面糖，你把糖倒进去才必须的，那糖里面你洗一下子，里面糖好喝，我听他们讲的呢，你又不吃你咋吃，太好吃了，是吧，因为我看他直播卖货都吃那个东西，他们喜欢吃，店里面有人喜欢吃，我不喜欢吃，有点肥吧，嗯，感觉没有那个老乡鸡的好吃，对，老乡鸡里面挺好吃，他们讲的那个是吧，咯吱咯吱的，嗯，没有，就局长。这个挺有特色。啊？挺有特色。好，现在已经吃好了，准备撤了。现在回去了啊。那个萌萌现在回去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喜欢阿龙的视频，点点关注，拜拜。I will be right by your side.